重接今生善果，为现世造福，为来生结缘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佛语，我是厚朴，喜欢请您关注我们，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佛语最新的节目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7月24日起这四个生肖财运附体，一定要买彩票，中大奖发横财。在中国传统的生肖文化中，每一天都蕴含着不同的吉凶与福气。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从7月24日开始注定要迎来财富和好运的四大生肖。对于这些生肖的人来说，未来的日子将充满财运和机遇，仿佛命中注定要开启富贵人生。首先，这些幸运的生肖将会在各个方面迎来财运的提升，无论是事业上的晋升，还是投资上的回报，都将顺风顺水。其次，他们的生活中也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机遇，帮助他们实现财富的积累。因此，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属于这四大生肖之一，不妨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尝试买彩票或参与其他有潜力的投资项目。或许幸运之神正向你们招手，财源滚滚而来。赶紧来看看这四大生肖中有没有你或你的家人吧。希望大家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迎来属于自己的好运和财富。一、生肖虎，勇往直前的财富猎手。属虎的朋友们，你们如同森林之王，拥有无比的勇气和力量。从7月24日开始，你们的事业将如猛虎下山，势不可挡。今年对你们来说是求财的绝佳时机，不仅在事业上会有新的突破，各种横财机会也会接踵而至。无论是突如其来的投资机会，还是长期努力后的意外收获，财神爷似乎特别眷顾你们。抓住这个机会，或许买彩票中大奖、发横财的梦想就会成真。二、生肖兔，机智灵动，财富无所遁形。温柔而机智的属兔朋友们，从7月24日起，你们将如同春日里灵动的兔子，跳跃在财富的田野上。今年你们的财运异常旺盛，投资有望获得丰厚回报，生意合作也可能迎来金主。你们的智慧和敏感将帮助你们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记得把握每一个机会，让自己的口袋满满当当。或许买彩票中大奖、发横财的梦想也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。三、生肖龙，富贵之气自然来。属龙的朋友们，自古以来龙便象征着尊贵与力量。7月24日之后，你们将迎来一个全新的舞台，财富的大门将为你们缓缓开启。今年你们的财运将大幅提升，无论是工资收入还是意外之财，都将有显著的增长。只要坚持自己的目标，努力不懈，富贵自然会向你们招手。此外，保持规律的作息和适量的运动，将让你们精力充沛，充满活力，助力你们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四、生肖猴，聪明伶俐，金银满屋。聪明伶俐的属猴朋友们，你们如同传说中的猴王，不仅机智过人，还有着寻找财宝的神奇能力。7月24日之后，你们将迎来横财频现的好时机。凭借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，你们将获得意想不到的经济收益。今年你们在财富之路上将会是一颗耀眼的星。抓住每一个机会，或许买彩票中大奖、发横财的梦想就会成真。综上所述，属虎、属兔、属龙和属猴的朋友们，从7月24日开始，你们将迎来一段充满光辉的日子。然而，财富的积累并非一蹴而就，它需要智慧与努力的结合。希望这些生肖的朋友们能够抓住机遇，稳步前行，在未来的日子里收获一个又一个惊喜，让生活越来越接近富贵安详的美好愿景。
在此提醒大家，虽然生肖运势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些指引，但最终的幸福和成功还是要靠个人的努力和智慧。财运只是外在的助力，内心的平和与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是通往幸福人生的金钥匙。让我们携手生肖的智慧与力量，迈向更加辉煌的明天。愿各位在新的一年里，无论是属虎、属兔、属龙、属猴，还是其他生肖的朋友们，都能够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有所作为，迎来属于自己的丰收季节。生活不仅需要勇气和智慧，更需要一颗感恩和乐观的心。让我们拥抱生活，感受生活，享受生活，共同创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未来。再次祝愿大家从7月24日开始，不仅财富增长，心境也能豁达开阔。无论在哪个生肖的指引下，都能开启一段新的富贵美好旅程。2024年下半年，好运甩不开，手里有钱，心里不苦，喜事接二连三的三生肖。第一，生肖鸡。属鸡的朋友们，2024年下半年将是你们的黄金时期。一直以来，你们以智慧和能力著称，但有时缺乏机遇。然而，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，你们将迎来连连好运。不仅在事业上会有重大突破，财运也会日益旺盛。你们的努力将得到回报，收入不断增加，手头宽裕，心情愉快。此外，属鸡的朋友们在感情方面也会有所收获，喜事接二连三。抓住这个机会，迎接属于你们的美好未来。第二，生肖牛，丰收的季节即将到来。属牛的朋友们，2024年下半年将是你们的好运时期。一直以来，你们以勤奋刻苦著称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。在2024年下半年，这些努力将为你们带来丰厚的回报。事业上，你们将取得重大突破，晋升加薪不再是梦想。财运方面也会有所收获，投资理财将获得丰厚回报。第三，生肖虎，2024年下半年迎来幸运时刻。属虎的朋友们，2024年下半年将是你们的幸运时期。你们一直以来都以乐观开朗的性格著称，待人友善，乐于助人，积累了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在2024年下半年，这些人际关系将为你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好运。在事业上，你们将得到贵人的相助，升职加薪指日可待。财运方面也会有所收获，收入稳定且不断增长。在感情方面，属虎的朋友们有望与心仪的对象修成正果，喜事接二连三。总的来说，2024年下半年对属鸡、属牛和属虎的朋友们来说都是好运连连的时期。你们手里有钱，心里不苦，喜事不断。然而，这些好运并非从天而降，而是你们长期以来努力的结果。十二生肖幸运色，下半年穿什么颜色最旺你，最招财？颜色的力量不仅在于为生活增添色彩，更能改变一个人的运程。每个生肖都有专属的幸运色，可以在无形之中为你开运旺财。流年的变化使每个生肖每年都有自己的吉祥颜色，符合自己的吉祥颜色使人的身体感到舒适，情绪稳定，行为变得灵活协调。不同的吉祥颜色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不同的效应，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声望个人的运气。那么，下半年十二生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会收入大涨，惊喜连连，运气一望到底呢？一起来看看。生肖虎、生肖兔幸运色：绿色、青色、黑色、蓝色、灰色。这两个生肖均属木，适合穿绿色、青色的衣服来增旺木属性。木作为自然界的植物，
内蕴丰厚的生机与温润之美。身着这种颜色的服装，能够激发人们的奋发心态，促使他们更积极追求进步。此外，属虎与属兔的人亦适宜搭配黑色、蓝色或灰色的服饰，借助水的滋养以催生木的茂盛，从而使人显得更加康健活力，同时展现出沉着与雅致的风范。在事业中容易得到贵人相助，还能在投资理财方面有所建树，收入大涨。生肖鼠、生肖猪幸运色：黑色、蓝色、灰色、白色、银色、金色。这两个生肖均属水，所以就适合穿属水的黑、蓝、灰色衣服来助旺生肖，增强自身的水属性。所谓水静极则形象明，心静极则智慧生，能够促使人心境平和，思维清晰，激发出潜在的智慧。同时选择金色系的服饰，如白、银、金色，同样适合这两个生肖，因为金元素能够滋养水元素。穿着这类衣物，不仅能够培育水之气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个人的判断能力，有利财务决策。这些颜色能增强你们的财运，让你们在投资理财方面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，运气一望到底。生肖马、生肖蛇幸运色：红色、粉色、紫色、绿色、青色。这两个生肖均属火，所以就适合穿属火的红色、粉色、紫色来增强火的属性。红色也会给人一种喜气洋洋、吉祥如意的感觉，穿上吉庆颜色，日子红红火火。因为木能生火，所以这两个生肖也可以穿属木的绿、青色衣服，生发火气，同时也会给人一种生气蓬勃的力量感。这些颜色为你们带来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让你们在职场中左右逢源，收入自然水涨船高。生肖牛、龙、羊、狗幸运色：黄色、咖色、红色、粉色、紫色。这四个生肖均属土，平时可以多多穿土属性颜色的衣服，如黄色、咖色、棕色，来增旺土的属性。土作为孕育万物的根基，它象征着稳定与坚实。那些与土属性相应的生肖，若是身着土色衣饰，便能凸显其本性中的沉稳与可靠，进而赢得他人的信任与依赖。此外，选择红色、粉色或紫色等服装，由于火能生土，这些温暖色调的衣物同样能够唤起人们内心的热情，促进与他人的和谐相处。在职场中脱颖而出，还有机会获得意外之财，让你们的生活充满惊喜。生肖猴、生肖鸡幸运色：白色、银色、金色、黄色、咖色。这两个生肖均属金，适合穿白色、银色、金色的衣服来增旺金的属性。金代表聚敛，象征果断与好强，属于这两个生肖的人应多着金色服饰，以此彰显他们的天性，使得行事更为决断。同时身着土黄或咖啡色系的衣物也同样适宜，这些色彩能够借助大地的力量滋养金之气质，帮助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行事更加有序沉稳。在事业中容易得到贵人相助，还有望升职加薪，运气一望到底。看过这样一句话：活着不一定要鲜艳，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。人生不需要多么光彩照人，但必须在五颜六色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颜色。不同的人生，不同的颜色。愿你我不辜负人生，活出自己的幸运色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，请给我点个赞，也可以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看看。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